大肥看天下一人不收声将会同大肥看天下分台。咁样而家每日都会有两三条嘅声音专栏会喺一人唔收声播，希望大家支持，亦都希望大家订阅一人唔收声。点解会咁做？因为八八卦卦被 ban 频三次，冇办法维持落去。最后嘅上诉就系14号先至回复。如果14号一回复唔得嘅话，咁样基本上八八卦卦就废咗啦。所以嚟紧。將會由一日唔收聲開始做八八卦卦一啲比較娛樂性高啲嘅節目，或者廣告嘅節目。聯播機會極少，希望大家支持。喺呢度亦都同大家講，希望大家訂閱一日唔收聲。公民黨而家宣布自動清盤，好多大律師鬆咗一口氣。但是公民党的创党宣言之后，香港如果真的能够复常的话，这样真的可以看一看，重读公民党的创党宣言，香港回归中国，踏入新纪元，我们从此负起一个新的历史任务，就是在中国主权之下，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建立真正由香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新制度，以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维护法治，更加确保所有香港居民均有享有受到有关国际公约保障的一切自由和权利制度。这个是公民党我们的期望，亦都是我们的使命。2006年3月19号，一个和理非，只是香港可以坚持一国两制，香港人应该在基本法权利底下享有的高度自治和自由民主。结果事隔了十几年，现在告诉大家，他们的创党宣言究竟有没有实现过，或者根本上就已经是没有了。拜拜。